离开他的第三天，这都一上午了，顾总也不见，他在干嘛呢？不行，我得去找他一下。顾总，我进来喽。大白天的在喝酒，还得说梦话。怎么可以离开我？拍两张大美照。你怎么进来了？我有文件要给你，让你看一下。你不知道敲门的？我敲了呀，你没理我，我就直接进来了。坐吧，下不为例。你在看什么？刚刚没看到什么吧？没有啊，都是你的大美照呀！啊！快吃吧，我替我刚才的行为给你道歉，对不起。不是小姑姑，你把我打成这样，要不你喂我？你少得寸进尺。就一口，好不好？就一口，我不吃又不给你面子，对不对？你爱吃不吃，不吃明天去财务把工资结了，我先走了。你。够狠！